他这是不是很巧？黄梅，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？肯定很多人没吃过。这个是那个包菜啊，晒干了之后，你再把它放水里泡，泡成这样的。来，要把这个挤掉。我是泡了大概有四五个小时，用开水泡的。菠菜干呢，和那个新鲜的包菜吃起来口感味道是不一样的。这种吃起来有股香味，因为现在我都能闻到那个干菜的香味。必须把这个水分给挤掉。包菜干、豆角干、茄子干，把这切碎，把它这个剁碎一点，切好了放过来，姜也切末末，肉末，来点料酒、蚝油、酱油，切点葱，再来点葱，再来点盐，来揉起来，这样拌均匀，加入面粉，说话都变音了。加点盐，加油，再加水，搅搅搅搅。这次我还是要慢一点，免得一会没有面粉。要揉起来，怎么揉？给它揉成腮光、手光、珠光，还有面光。什么是珠光？珠子啊。那是桌子啊。哦，桌子，不是珠子。咱们醒了一块，再揉啊。哎呦，再揉一下。啊，这软了。刚才硬一点，现在的软，手感特别的好。别到时候吃这个光了，终于塞光了。哎，先切出来一半的做。哎呀，倒霉。啊，没关系，这是那个面粉。再揉起来。哎，感觉做这个越来越得心顺手。做三个。面粉，先把这个盖薄，清甜甜的米酒，来蟹放过来，好，看这手不是很巧，心灵手巧，虽然肥了点，但是做事还是可以的，捏紧。这压，再擀，把它擀薄点啊，擀薄一点才是皮薄馅厚。一人做不过来，好，先给它养点油。这个油烧了，热了，咱们把这个油倒掉。别过中秋吃月饼，月饼咱们过中秋吃大饼。来，先来一个，只能一个一个煎。要不要盖一下？那就不用，火也不需要太大，太大会焦的。这个不够圆呀。尽量把它弄圆一点。今年的太阳不够圆，哦，不是，今年的月亮不够圆。
飞向渺乡哎，飞向东寨耶，带走你的梦，一起吃月饼哎，哎那路哎，那路哎，那路哎，飞向渺乡哎。那个岁月风里吹着，其实拥有一人生，情都难。我的心好累，接一下。哦，也差不多了，睡了已经。嗯。爹，你来接，我来抱。行。好了，一个月好了，再来一个，这个好薄，你包的。千年等一回呀、啊，经典老歌，写正手，再用擀面杖，希望做得好，不只要好吃，还要好看。人太多的借口。太多的理由，为了为饿了什么？哎呦，不值得。OK， 好嘞，咱们这个还差最后一个，好了就盛出来嘛。我先吃了再说。哦，来，可以吃了。嗯，不错啊，快点快点装上。但我感觉有一点，就是皮不够，还不够那个叫啥，不够薄，中间馅少，两边馅大，两边馅厚，皮薄，不过有，确实味道可以。嗯，我这技术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。嗯。馒头那怎么说脆皮啊？以前的人管面食都叫饼。哦，那这个就是乳松饼。吃完这个为打老虎去。不是打老虎，不就变成武大郎打老虎吗？不是武松打虎。我踩啊！最后一个，这个好肥耶，这个肉多，馅多。呀呀呀！哎呀，吃一半得了，刚才边吃边做，边吃边做，都吃了一个多了。好吃，这是好吃，甜死人。香得很。有股淡淡的盖包菜香味，这是吃那种新鲜的蔬菜享受不出来的。自己种呢，有的多就感觉不珍惜，或者不是不珍惜，可以吃到饱，吃到不想吃为止。如果去买啊，你这个3块钱也没多少，就会吃了还想吃，这就是自己做和去买的区别。
这个太舒服了。咱们做面食就是越来越牛了。